讲，可能是人生一个大的转捩点。我在军校读完毕之后呢，可是读得很奇怪，就跑去读音乐系。那个万来兄弟笑，啊，你的音乐系，我不是音乐系，我是音乐系啊，是读得很快乐，就读了音乐系。音乐系毕业之后呢，我刚刚还在跟那个孟山兄讲，他是第六团陆战队第六团，我是第六团，他的师长就是我的师长，我是第六团第六营第六营的，哎，六团六营六连的，那个叫九零炮，那个叫什么炮忘记了，六零炮的排长。半年之后呢，我就调到海军，在海军就浮浮沉沉22年，上校退伍，混了，也是混下去了。混完之后呢，就不知道人生何去何从，本来要移民到美国去，可是又没成功，就一不小心就做了现在这个行业，就全身跑来跑去。啊，我现在为什么要说这一段呢？就是在做这么多同学里面啊，我南来北往跑呢，也是单线联络蛮多的同学的啊，大家都知道。那我刚讲没有找到那几个，就梦里寻他千百度这几个同学，真的想都想不到会找到，尤其是黄桂辉，怎么想我也会想到会能够找到黄桂辉，那天做了一个梦，明天就上了必修课，打了一个黄桂辉，就跑出来了，所以就促成了这一次的同学会的完成啊！我要非常谢谢桂辉姐姐啊！当然在座的这个，通通都有奖了，这我都是可以说的是每个人的功劳。这要不要讲一次？包讲一次嘛？好，那我刚刚就是也帮大家介绍了一点点你的部分，那我的大部分就是人生就是这样转转弯弯就到了今天，很高兴就是说我还在，啊，我还好，现在是不是最后一名我也不知道，我也朝着一边那个位置去走啊，但是还很远。啊，但是我很高兴，就是说能够跟同学在一起，今天能够成立这个同学会。今天有个会议，有个最重要的一个议题啊，当各位抒发了这50年的心情之后呢，要选出下一次的召集人，选好一个，讲好一个地方，选好一个时间，我们能够再一次的把更多的同学找回来，来一起开这个同学会。OK。那我讲，我在中华工程63年进去，那时候是考选的，是透过那个青辅会的那个考试进去的，所以他有国营事业的任用资格，那是经济部的一个单位。那我从最基层的公务员、工程师，一直到组长、副主任、正工程师，一直到主任、所长，一直到高级主任工程师退休。那我退休的时候就是民营化5年到期的优退的时候，那在这一个时间里面呢，我从事的就是现在大家都知道的10大建设里面的中钢中船，那时候都还没有建厂，那时候就是在开发这个工业区。那这个工业区完了以后，我就参与这个核能三厂的那个建厂，核能三厂呢，就从筹备处一直到完工发电，我总共在恒春待了8年。那恒春完了以后呢，我就到中钢第3期的扩建工程。第三期扩建工程里面，我最得意的一个创作就是煤制备厂，它是由14个后巴的组成的一个结构物。那这个结构物呢比较特殊，它是德国人设计的。那我因为这一个施工，我得到中国工程师协会的一个表扬，啊，这个是第3期那个就是煤制备厂。那后来完了以后，就到明潭抽去，就到日月潭。日月潭完了以后呢，我又到通宵电厂。那通宵电厂里面呢，比较特殊的就是有一个海底的那个抽排水管，就是埋在海底下的一个管线，要从电厂埋出去2公里。那时候我们就请日本的那个东京九龙，你试试看好了，不好。结果他训练的学生没跳过，我一碰就过去了。所以然后呢，就说你会来这边读书吗？我说会。开学时候到哪里哪里，到警署来报告，那好就去了。那初一进去又被选为校队，又参加代表台中到花莲去参加这个跳高。那个时候的规定好像一个人要2个项目，
但是我什么都不会。他就说那你会不会推铅球？我说我没推过，就往那么一丢就行了。好，我一丢又是8米多。他说哦，可以可以，你就这两项好了。所以我就代表台东到花莲去参加冬季联运。在参加跳高的时候呢，就被台北的那个亚洲水泥跟远东纺织公司组织的一个叫亚东篮球队给那个球探给看上了，就追到我们家来。那我妈那时候觉得到台北太遥远了，尤其是一个女孩子，不放心，就没答应。一直到初二跟初三那一年，刚好我爸爸失业，家里呢这个环境的关系呢，我只好去。我就跟妈妈说我去好，因为去还不错，待遇还蛮好的，有零用钱，管吃住，还管学杂费，然后每年呢回台东来，过年给你5天假，给你买这个往返机票，所以这么多好处我就去了啊。其实我在初中的时候并没有把这个篮球打得很好，所以我就去了。去了以后呢，读了高中毕业呢，他说要我们休学，不准读了，要好好的这个加强训练。因为我们高一高二就开始出国去比赛，那时候出国还蛮神奇的，因为那时候还没有开放出国。所以我第一年高一回台东的时候，救国团还派人到火车站来接我啊。那我是台北来嘛，因为比较不好意思说高兴我打电话谁打电话谁，因为跟大家报告一下，就是说差不多7、8个月前我想中风了，就等于是有中风的现象，还有住过院，所以说我现在就是右边比较不方便，比如他主要就是他会有一些力量啊，不能集中，还有力量，因为每一个动物地方不一样，有的人是手不能动啊，有的脚不能动，那我的是都可以动。他重点是说，因为我的是他力量很少，那比如说这个引力啊，在这里表演一下给大家，因为他自己本身的引就是那个像我。稍微弄一下的话，他就会这样。他是要拉上去的，对。如果我不动的话，他就对，他这个力量一直不会下。我没有叫他下，他就不会下。对，如果说有意志力叫他下来，他才能够稍微下。对，所以一般来讲，如果说我在外面什么，我在外面走路的话，我不讲人家不知道说，我曾经有得过重病，对。但是差不多走个5分钟就要坐下来一下，坐下来休息一下。所以我刚才坐在后面，就是有时候站着，有时候坐着，有时候站着，有时候坐着，因为这样比较舒服。如果全部都站着，或者全部都坐着，都会比较不舒服。3429学历，卑南初中左营中学。从甲土木工程系的系，所以跟那个加州是做同一行的哦，都学工程的。那63年进入中油，那明年的4月1号就退休。有2次官司啊，就是在我监工工程所遇到的这个电官司啊，因为咱台长嘛，拢讲较破信啊，较实在啦。所以做干不干这工业的时候，你就实实在在甲做。啊，因为二进老兵，跟咱无关的。是初中哦，初中、北中诶，北中诶无。有。读好，我那时候我们北中的2年级哦，跟3年级一起比赛进入中学啊。那时候是我们赢了3年级的啊。对，哎，成功领的时候，虽然说我个子最小，但是我在当下是那个难以见景啊。但人数有20几位，那时候大家无钱嘛，啊，其他想，这台游泳车40个，你10几个钱哦，啊，大家互相坐坐，那受制人家啦。全世界唯一要去的就是日本，所以我带他到日本去的啊。今年呢，
九月多跟我另外一个同配置的同事去那个北欧自助旅行21天。谢谢主办的同学们啊，说没有你们的热情，就没有今天的同学会。好，愿大家平安健康快乐。谢谢啊。老爸现在在一家航空公司上班，两个双胞胎，一个女的，一个在四环银行上班，另外一个在西环国小教书。西环国小是吗？
孝顺，那他们这一路上也没有让我很担心，嗯，就这样了，没有啦。这承办我吴孟山啊，这个名字可能以前在读书不会接的怎样，这个名字是有来源的啊，我爸浙江杭州人啊，所以希望总希望生个女孩子的话，我生到老三的时候绝望了，所以我是孟山那个山是希望女孩子，那老四的话还是男生啊，所以我们家喜欢女孩子，所以刚刚黄辉说哦，他们男孩子好啊，真的，我们家也不习惯。后来每个人都生了两个男孩子，到现在都是啊，四个兄弟都生两个男孩子，到现在还没有出来，杭州姑娘还没出来，最后是我的大儿子，好吧，结婚的时候总跑出一个杭州姑的话，一考，那时候我是在军中的话哈。今天晚上回家，然后考试签委会哦通知我到台里上班了、啊、哦，说回去的时候坐车又坐回高雄了，看老妈一眼的话哦，又回来高雄。那时候我就在台里做了两年，那时候是应该是63年。那时候说老实话，台里就高雄这两家公司不错，一个是台湾铝业，一个是台湾机械。哦，所以去了两年，工作了两年，又考上中国钢铁。刚刚你那个在燕郊厂，中国钢铁一混了，65到89，哦，混了4-5年多了。然后的话，那时候可能各位有听过，万来好像是万来问的吧？我跳槽还和中钢那时候郭元土一大票，跳槽到叶联集团啊，那个上市公司叶龙，就是反正一跳票的话，爸爸一跳槽的时候，那么扣缴凭单，七年扣缴凭单拿过来，加50%是你的年薪哈、哦，大家一大票的话，郭元土率了60几个人带枪投靠，我们就过去叶氏集团，然后叶氏集团后来，我是在中鸿，叶龙，叶龙。就经济不好，又卖给中钢哦，这个如来佛的首长在那边尿尿，又跑回中钢子公司去了啊。然后过了这阵子的话，我刚好在满60，应该是2012半退休哦。这边集团就是以前集团就是林一手的叶联集团，刚好在做不锈钢，做投资一个镍合金，就是在福建的两岸那边，福建的宁德。哦，在这镍合金盖个厂，但是说了说有点环境污染了、啊、哈，但是还是去盖了两年做镍合金，所以我说我那两年去大陆造镍了哈。我马上改成讲话。你好，你好，谢谢黄辉校长、主任、各位同学，打个呵。就华裔耶，真的很高兴，因为真的是小学毕业后到现在，真的有50几年了。今天是在座的几乎真的是今天才看到，所以我也是每天很期待说，虽然就无用耶，但是也每天很期待。我24号要去台东了，24号要去台东。从。毕业后到高中，小学、初中、高中毕业后，比台当差不多18岁左右嘛，然后再到台北念书，然后毕业后工作一段时间之后结婚，我结婚后就没有工作了，那我现在在中油，然后他就，所以这一段期间。我还很满意，就是两个小孩。刚刚那个万来兄说，那个小孩子蛮重要，所以我也很庆幸说那两个孩子都不错。然后我这样的付出，他们也表现得蛮好，然后也读得不错，然后也很好的工作，然后现在结婚有小孩，我下个月我女儿要生第二胎。然后我儿子儿媳妇是年底，也要生，所以我现在一共有3个孙子。
他在台湾中小企那边上班，那我就是56年高一下我就转到花莲去，所以同学都真的说都失联了，所以我连初中的同学都没有了，你知道吗？我说啊，就只有花山的高中同学，台中的同学真的都没有信息啊。有一天那个谢佑忠要电话给我，他说他是谢佑忠，我说你怎么知道我的电话呢？他说问我的堂妹，我堂妹就跟他做一样的，是那个中介那个外劳的嘛，他还会厉害哦，他知道他那个是我堂妹，因为我堂哥就说跟谁跟同学跟那个杨啊跟你哈、哦、对啊，说是高中同学，我都不知道哎呀失联那么久了啊，结果就李碧尔啦，那个谢佑忠说要开同学会，你要不要参加？我说好啊，大家都要选日子嘛，我就看，24、25应该 OK 啊，就说我也是很期待啦，因为真的都没有毕业以后55年同学会以后都没有看过，没有看过大家，我一直心心念念的，一直怀念说哇，同学都真的是失联的吧？什么时候才会再看到他们呢？哦，真的是有这个机会哦，哦，我知道了，我很高兴。啊，我在花莲，就住到现在嘛，哈、哦。啊，我先生也是中油，还没有退休，他明年就退休了。啊，我有生了4个小孩子，我本来有在上班，我在台湾人寿上班，在台湾人寿退休了。所以因为时间是自己的，要找一些自己喜欢的工作，所以我有参加实际这样。做一些义工，这样日子会比较充实一点。好，欢迎各位同学有空到我们花莲来玩，还是这样，感恩你们。我刚才叫杨文正，我来带杨文正老去带我。你堂哥科三甲，伊科第一名，我科第二名。哎，我爸爸也嘛无简单嘞。我看到住啊，台南啊，台南小我拢通车嘛，伊不爱食个辛苦，咱较唔要转去吼，啊拢老师讲，伊要转去都话讲，车一班尔嘞，伊个暗时啊，嘛无法度啊，暗时都搁厝个人来载，啊不少。我初中读迄个中业，中业甲黄一祥、李志仁同班，上校，啊搁高中嘛，搁甲伊同班啊。伊做因咧做警察，我就毕业了，是阮爸爸拄啊伫咧南京路安尼做演艺嘛，正咧卖桂枝斋啦，我就接伊个事件啦。我本来去台北，伊讲你无转来袂使，我惊伊接伊，我拢伫台中，变做拢伫台中，就伫咧南京路遐，阮要带个演员，几路去啊？啊！做进会啦，要会啊，讲我哩家用只耳机啊，做啥咧？做甲一大堆咯，包括你咧高雄咧阿强咧中央公园，我嘛去做。伊咧只住一年，我用迄几只，我都做甲几万，拢挂迄水利会啦，啥物，啊嘛有得奖，伊咧种植，我咧在肯定。现在 LINE 上面那个人通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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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民即马全省要到10间的餐厅，拢伫遮咧有呾电影城地下室，拢大型的餐厅。校安好，校安大家好啊！很高兴今天见到很多同学。刚刚一开始叫不出名字，请见谅，因为我在台中的时间最长，但跟同学相处的时间最短。那简单报告我的情况啊。我住从小就住盐湾，盐湾是一个眷村嘛，住盐湾。我小学3年级下学期转到附小，就转到附小。然后
我小学六年级读了两次，因故我52年毕业，我53年又毕业一次，所以我小学同学有两个同学会。然后我初中考上东中，东中毕业以后呢，因为我们建村啊，读军校的特别多，那时候是读陆军预备班啊，那我就去考报考了海空军幼校，我也报考了海军预备班，我差点进了海军啊，但是后来我但功课不好，海军官校预备班，他后面跨回一个陆战队，后来问人家陆战队什么，你到陆战队，那我就没有去了，我就到了空军幼校，他对我这同事哈，我就到了幼校在东港，3年就在高中的时间哈，3年，然后毕业以后，我们是直升官校，空军官校，然后官校4年。那我63年那天，学生问我你到底几年毕业的？我说我63年班，呵呵，我连讲了两次63年班，因为我小学六年级读了两次啊，并购读了两次。63年毕业以后，我在军校又做了半年的训，那我64年以第一志愿分发到台东制航基地，然后就在制航基地一直到我退伍啊，所以说。从最基层从中尉一直干到上校队伍，那我的在84年的4月底5月1要退伍，然后退伍以后半年以后我就进入了中国国民党防卫军党部，然后一直到99年4月30号就5月1号正式的退休。我是石伯成，大家也不知道是东四附小第16届新余陈家洲同学讲的。原来起头就是陈家洲跟这个黄怪怪啊，陈永忠好像是因为在聊天的时候，陈家洲有提到说非常希望再开一个同学会，然后呢，在8月31号的时候，奇怪，我都带了怎么出现了一个加入东师附小的这个邀请，一点下去。陈友忠，说，星期四还是4点以后，到他家里要开同学会的东湖飞兰初中，然后那时候是放牛班了，台东的高中没考上，然后去考了南部的专科学校，考上了东方工专，刚好又跟罗友和，好像也是同班嘛。工业设计科的，很凑巧，两个台东人又在高雄那边东方工专又碰面了。然后工专的话，很幸运的混了毕业了，去当兵，回来，因为以前家里，我父亲跟叔叔是开货运的，回来以后呢，也是到这个。家里帮忙了，因故呢，因为我父亲跟叔叔分家分家了，就一个七八大堂在分家，我爸爸讲啦就分开啊，我女做会员，我爸爸我做会员那我那就是做客运，所以现在的顶东客运，顶东客运的前身以前是安农客运跟那个新东客运合并的。现在的顶东客运就是有两个老板，一个姓施的，一个姓蔡的。姓施的是由叔叔那边接，我们这边我爸爸是大法，有接货运。我差不多一个礼拜了两三次，下午也是两三次这样。所以这两人这个身体有慢慢的比较好起来，所以奉劝各位同学。还是多多运动，好，谢谢各位。跟有事破袂掉，就是叫做破阿公啊，我讲你破阿公袂干啊，变做安尼去。我第三号生，是单枪毕业，买台北电视台。我小儿子是做，甲因甲阮个媳妇甲用和尚面拄啊拄啊过病，家己咧考虑啊，拄啊拄着，我连刚来去养护阮身体啊，走来同事啊听看看咧安尼。我来看伊，我来看嘛，好啊。啊无，真正咧，头一次但是喏，台东才拢办尔咧，恁外县伊转来阮遮拢唔办。所以讲。
啊，我是你的车总，你讲你开同学会，啊，我就是我讲，我即摆啊，个人讲咪讲，啊，你拢介好，咪讲退休啦，啊，我无做退休，我即摆啊，个出来做过来机关的长工啊，所以讲长工就是讲，这个机关啦，伊有啥物小型工程啦，哦，啊，十万台啦，哦，啊是迄落个一百万、两百万，你买较大块就对啦，我就加减控、加减用、加减做安尼就对啦。啊，因为咱即摆这个年龄，主要是文书啦，我就伊讲。文书的物件哦，其实我拢袂晓啦。包括敢若文盲的都唔袂晓看字啊。你啊，小庄，刚你讲唔讲？我来你讲同学，迄个啥物那个啊？我一日暗顿起暗吼，好，我容易我固定时间嘛，我九点睏嘛，啊，再加四点起来，我走运动嘛。真是跟大家相见，真的伯承的功劳最大，都是他在做，我是副主任，要做什么才找我，是吧？所以说很感谢他啊。然后呢，我就简单介绍我的生活。我初小学毕业后进非中，我也是非中，然后到高三后再进。台湾领袖做一两年，进那个华南银行。这段期间呢，我就是结婚生子，我生两个女儿，啊，已经结婚一个。啊，我先生他是在农工退休后，他是专心在油画上面去做。他台东的油画师他带出来的，所以说还不错啊。啊，我的生活也是很美满。啊，我在华南银行三十一年后退休三年，后经朋友的介绍，然后进入千月峰老板的中介公司，所以他现在是我的顶头上司。我也很感谢他在我那个一段的经济有稍微困难的时候，他拉我一把。啊，叫给我去他那边工作，我真的很感谢他。我的生活是这样子而已，很简单。对呀、啊，所以我很感谢他，就是这样子。我的生活很简单，就这样。好，谢谢大家，大家好。听大家讲的都很好，所以我也没有什么好补充的哈。啊，祝大家这一次同学会都很。顺利愉快哈、啊，晚上更是吃得好，喝得也很爽，这样子，谢谢大家。Yeah.
过完整个夏天，忧伤并没有好一些，开车行驶在公路及无边，有离开自己的感觉，唱不完一首歌，疲倦还剩下黑眼圈，感情的世界伤害在所难免，黄昏再美终要黑夜，依然记得从你口中说出再见，坚决如铁，文案中有种烈日灼身的错觉，黄昏的地平线画出一句离别，爱情进入永夜，依然记得从你眼中滑落的泪，伤心欲绝，混乱中中热泪烧伤的错觉，黄昏的地平线割断幸福喜悦，相爱已经幻灭，伤害在所难免，黄昏再美终要黑夜，依然记得从你口中说出再见，坚决如铁，昏暗中有种烈日灼身的错觉，黄昏的地平线画出一句离别，爱情进入中滑落的